先啊、哦，往旁边出去，然后从这里过来，对不对？嗯。哦，有一点点这样哈，先、哦，然后呢，水太多了，啊、哦，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知道水多了，所以呢，少爷，离对不对？嗯。来过来，上这样过来，上去，哦，上去，啊、哦，来过来，下来，往、哦、上提，下。一二三啊，看，然后地，从这里过来往上提，这样从这里过来偏离地啊，要往这边上，偏离地，好，何等的高，好，何，这样过来，下来，翻过来对不对？然后从这里过来啊，这样过来，往外再往内，从上而下按过来，何等的。何等的这样写就好，不要再接太多麻烦，会乱。好。的高就是这样啊，往上提，这样过来，这样就好。何等的高。好，他的直爱相借位的他这样的，这样就好啊。他的这个可以接到哪里？他的直爱啊。这样过来，一二，这样过来，这样过来哈，从这里，点点哈、哦，好，爱，爱，好，这样过来，往上提，一二三，好，这样过来，对不对？好的哈、哦，嗯，这样过来，他的是爱哈、哦，向见位的，向见位他，好，因为他很宽，所以这个就不能宽了，向。这样绕过来，进到这里来，好、哦，嗯，然后呢，这个到他中间来，进位，他的人，哎，进位，这样过来，对不对？进位，好，这个可能再写两个字，他这样过来，对不对？阿内过来，啊、哦，他再来接到这里，他的，这样，好，他的。好，人呢？这里拉长一点点啊、哦，拉长，用这里过来啊，干干的哈、哦，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，哦，他这个哈、哦、也是中间来这样过来，好、哦、这样过来，好、哦、拉过来，也是何等，那何在这里呢？我们刚刚的这样过来何等。就恢复到原来我们在书写的基本款，何等的，这样就好了。的，好。然后呢，的没有完哦，这样过来，这样过来，往上再往旁边出去，接何等的大哈、哦。东离西有多远？好，那因为它这个都一样的味道，所以我们对加重笔画，东啊、哦，这样过来往这边带。从上面写下来，往旁边来，东好，好，东离这样写草书，这样过来，嗯，好嘞，哦，东离好西，这样过来，西有多远？有西有从这里过来，这样过来，哦，从上面写下来，那西有多哦，这样过来对不对？上去。嗯再过来，啊、有多远？远到这里来，草书哦，再过来，再过来，好，好、哦，他叫我的过半，他，啊，他叫，所以这两个字是不是？讲对不对？叫，讲对不对？啊、然后呢，叫我，这样过来对不对？我从左到右过来，好、哦，嗯，啊，叫我，好，叫我们的过饭，们这样过来，这样过来，往上提，这样过来，这个也稍微拉长一点，我们，嗯，的，啊，的过怎么写啊？这样过来，上面一个小口，下面一个大口。然后这样过来，好，然后饭从这里过来，拉到这里来，好，
上去我们的过犯啊、嗯，离我们也多远？离看过来，离一二三，好，离我们也多远？离我们，然后我可以这样写了哈，这样过来，这样过来啊，再拉上来，哦，好，离我们哈。往上往旁边出去，我们哦，也多远？好，也好，这样过来也，然后呢，这样过来，好嘞哈，从这里过来，多，这个也有点宽了哈，然后远，然后这个就写成这样，哦，这样过来，好、哦、多远？好，这个就比较有设计的感觉，多远哈？好，然后呢？诗篇一百零三篇，好，诗就是两行啊，诗，啊，诗篇，然后这样过来，啊，诗篇一百，零再拉宽一个都窄的嘛，那你再拉宽一个，一百零三篇啊，嗯，啊，所以我们要会写草书，也要会写一般的行书。这样才会有比较厚实的基础，十一到十二节，啊，十一到十二节，然后这样过来就可以了，好，不要写到尽头。然后呢，这个辛丑，你可以写主后都可以了哈，辛丑，新春啊，还算新春了哈，啊。那像这个我就盖章就盖到底下去了，不需要盖到旁边哈、嗯，因为预留空间嘛。哦，那漏款盖章就是盖到这里跟这里就可以，因为还有空间。好，所以这个。
天离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，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多远，多远啊？诗篇103篇11-12节，新丑新年无起征，新春啊，所以像这个纸那么色不好写的状况之下，水如果多的话就好写，就比较顺畅哈。但是也要注意到膨胀或者晕开哈，胀墨的感觉，然后没有胀墨，要色笔哈，所以写起来虽然是自然，但是也要强调一点点技法哈，这样写。好，就 OK 了。